你不是韩善美，那你是谁啊？乌鸦也想变凤凰，就由我来解释吧。眼看隋唐饰演的韩真真顶替姐姐贵妇的身份，就要被六月饰演的陆湘婷给揭穿。最近想回来定居，所以我就请我的妹妹做我的代理人，帮我处理事情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受惊了。 真正的贵妇由张本鱼饰演的韩善美出面替隋唐解围，原本想看笑话的陆湘婷反而被打脸，不止如此，还受到婆婆质疑能力。我没有想到韩善美会突然间跑回来，现在抽着皮了，过几天就要选出委员了。 如果票没配好，会出事的。李璇饰演的婆婆担忧社区主委的选举直至六月办事不利，而六月这时还面临小三曾婉婷，亲门踏户到家邀功挑衅，她只好找上曾婉婷的母亲。你应该教她的是，别人的东西不要碰。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本来以为配之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，没想到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六月拿出刘瑞琦内线交易及他的女儿介入自己婚姻的证据，是否能逼退对方拿回选举主控权？丈夫会因此回到自己身边吗？高潮迭起的剧情吊足观众胃口。TVBS 新闻洪昌还原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